疯了吧！你去跟踪他？他说他要去居酒屋，结果他进去没待几分钟就又出来了。那倒挺奇怪的，后来去哪儿了？他去了山西路7号，好像是一家商贸公司。南京特高科正在密谋一项计划，是针对我们新四军的。 昨天应该加班到很晚吧？最后一个走的？没有，雨竹比我走的还晚呢。